中国人的航海守护神，祭祀他的活动曾经与祭孔、祭祖一道并列国家四典。如今他在全世界拥有亿万信众，只要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就有供奉他的庙宇。这位万民敬仰的神，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妈祖。公元1123年初春的一天，一支船队正航行在黄海的洋面上。这支船队所在的是奉旨出使高丽的大宋使臣陆允迪和他的随从。经过几个昼夜的航行，航程已过一半。正当人们打算松一口气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水手猛然间从凛冽的海风中嗅到了一丝不祥的味道。还没等水手们做好防范，大海就已经显露出狂暴的本性。在狂风巨浪中，除了使臣乘坐的大船，其余随行的船只很快便被巨浪吞没。正当陆允迪闭目待死之际，他突然听到船上的几位敏捷水手开始异口同声地呼唤一个人的名字。这时奇迹出现了，原本狂躁的大海竟然像被驯服一般渐渐地平息了下来。桅杆上顶端呢，出现一个穿着朱色衣服的女子，出现一道红光，那个就化险为夷一样。获救的人们连忙向这位仙人跪拜叩谢。陆允迪问那几位敏捷水手，这究竟是何方神明？水手回答说，这是湄洲神女妈祖。几个月后，当陆允迪完成使命回到大宋的都城汴京，他在朝堂上极富感染力地对当时的徽宗皇帝讲述了这个故事。宋徽宗呢就非常重视，就开始这个赐这个妈祖这个庙叫顺济庙，也说第一次这个妈祖庙有了庙号，就是官方承认妈祖的开始。从此妈祖信仰正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尽管朝代更替，但历代中央政府始终对妈祖尊崇备至。自宋代以后，妈祖先后获得4个朝代、14个皇帝、30多次的敕封，他的封号最长达到64个字，而他的爵位也从最初的夫人、妃，最后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天后、天上圣母。与此同时，他在民间信仰中的神格也最终超越了四海龙王，成为世人心目中主宰海洋的女神。那么，这位女神究竟来自何处？世人为什么对她如此尊崇？妈祖并不是神话虚构的人物，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里便是妈祖的出生地湄洲岛。湄洲岛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的湄洲湾，如今这座方圆只有10几平方公里的小岛是全世界妈祖信仰的圣地。近年来，这里的妈祖祖庙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有人把这里称为海上布达拉宫。根据史料记载，公元960年一个初春的夜晚，湄洲岛上的一户人家降生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后来的妈祖。传说在他降临人世时，天空有一颗流星化作红光坠落湄洲，将整个岛屿映衬得犹如美玉般晶莹夺目。父母和乡邻惊异于女婴的降生竟然伴随着如此奇异的景象，猜测她将来定有作为，于是都对她关爱有加。更令人惊奇的是，女婴从落地到满月竟然从未啼哭，因为他总是沉默无声，
父母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林默，平日则叫他默娘。林默娘自幼聪颖过人，据说她八岁入私塾读书诵经，总能过目不忘。长大后她矢志不嫁，决心终生行善济世，父母顺从了她的意愿。此后默娘研习医术，救死扶伤，教人防疫消灾，只要是为百姓排忧解难的事，她都尽力而为。附近的乡亲们因此对默娘感激不尽，默娘的善名于是便传颂开来。民间传说，林默娘不仅医术精湛，她还擅长夜观天象，能预测海上的天气变化。每当有风暴来临，她都会预先告知要出海的船家。此外，湄洲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礁石密布，常有船只触礁，而这些遇难的船只也常常得到默娘的救助。种种事迹使得林默娘逐渐赢得了神女的美名。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有关妈祖的传说数不胜数，尽管每个故事都是那么的离奇而不可思议，但从这些故事里，后人不难感受到黎民百姓对他的那份真挚的感情。直到今天，东南沿海的许多渔民每次出港还都依然保留着祭拜妈祖祈求平安的习俗。我们一般出去捕鱼的到妈祖庙去烧香，去拜妈祖，请那个妈祖传炸去保佑平安。渔民一般出去有几天啊，几天到妈到外海去捕鱼，到我老婆妈妈爸爸去妈祖庙去烧香拜妈祖，说那一路平安。日出日落，千年已逝，湄洲岛的黄昏散发着亘古的气息，暮色中行走在沙滩之上，聆听海浪的声音，人们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名叫林默的姑娘四处奔走救苦救难的动人身影。在有关林默生前事迹的传说中，她曾经为百姓驱除瘟疫，治病救人，还曾降妖除魔，祈雨化灾。当然，最为世人所称颂的还是他一次次救助海难的神奇故事。这里是古往今来船只出入湄洲岛的必经之地，当地人把这里叫做文甲。相传林默年少时，有一次一艘商船在文甲附近的洋面遭遇大风，船只在风浪中难以操控，竟然撞上了暗礁，转瞬之间海水便涌入船舱。岸边的渔民远远看到有船只遇险，虽有心营救，但无奈风浪过大，根本无法下海。眼看遇险的船只即将沉没，就在这危急时刻，默娘赶到了岸边。只见她随手将几根米粉做的面线扔进大海。这时附近的渔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几根面线竟然变成了巨大的山木牌，木牌飞速地向遇险船只靠拢，将已经开始下沉的船体稳稳地托浮在了海面之上。商船获救了，船上的众人也因为默娘的援救而躲过了一劫。来到妈祖的故乡湄洲岛，无论来到哪一户人家做客，主人一定要端出一碗热腾腾的妈祖平安面。在民间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妈祖曾经呢在海上拯救海难的时候，由于呢他的船只
比较小，所以曾经呢画面线为杉木，拯救了很多遇难的渔民。从此以后，渔民每次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吃上这一碗面出海，一定都会平平安安的。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和控制能力非常有限，面对任何一场灾难，人们所能做的往往只有祈求神灵的保佑。而林默的出现对于梅州百姓而言，不仅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更赋予了他们与灾难相抗衡的必胜信念。因此，人们在感激他用神力造福一方之余，更希望他的这种神力能够愈加强大。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梅州当地的传说中便有了许多关于林默经历种种奇遇，最终神力不断得到提升的故事。相传林默在少女时代有一次和同伴一起到野外游玩，途中他们路过一眼古井，少女们欢呼雀跃地走上前去，争相借着井中的倒影梳妆打扮。当林默俯身井口时，忽然水波翻涌，一位仙人从井底缓缓升起。同行的少女目睹此景，纷纷惊叫逃散，唯独林默镇定自若。仙人在林默眼前缓缓落定，原来他正是为了给林默奉送宝物而来。仙人赠给林默的宝物是一面蕴藏神力的铜符。得到铜符后的林默不仅能够用符咒驱邪，而且还获得了神游八方的能力。一次，林默的父亲和哥哥乘船出海，途中遭遇狂风巨浪，眼看就要船毁人亡。当时正在家中织布的默娘似乎感应到了父兄有难，竟然伏在织机上沉沉睡去。原来默娘正是运用铜符中神游八方的法术，将自己身形留在原地，而心神却向父兄出事的地点飞去。当默娘来到海上，很快便找到了已经翻船落水的父亲和哥哥。他先救起了父亲，正当他要去救哥哥时，自己却被人从法术中唤醒。原来家中的默娘伏在织机上昏睡时哭叫不止，母亲以为她在做噩梦，于是便大声叫醒了她。谁知这却打断了她的法术，默娘醒后放声大哭。她对母亲说父兄在海上出事，父亲得救，哥哥却已遇难。尽管在传说中此时的林默已经拥有了惊人的法力，但世人对他的期望似乎远不止于此。于是在民间传说中，林默的身边又被增添了若干各具本领的神仙护法，民间称之为水雀仙班。在我们梅州本地呢，有着妈祖的十八位从神，那他们是被称为水雀仙班。那他们主要是来自于五湖四海，更多的是妈祖生前收服的一些海妖水怪，那后来也就被尊为了妈祖的陪神。在梅州天后宫的大殿，妈祖神像的两侧便分立着十八位水雀仙班的护法从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护法在成神之前却大都是为祸一方的邪魔妖怪，他们是被林默降服之后才成为了梅州神女的侍从，开始皈依正道，协助林默救世济人，最终得以位列仙班。眼前的就是水雀仙班中的两员大将，他们一个叫千里眼，一个叫顺风耳。传说中林默降服他们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林默23岁那年，梅州岛的西北方不知从何处来了两个凶恶的妖怪，他们一个目力极佳，人称千里眼，
另一个听觉敏锐，被叫做顺风耳。两个妖怪来到梅州之后，时常在附近的海上兴风作浪，弄得过往船只经常舟毁人亡。有时他们还闯到岛上来残害生灵，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乡邻于是向默娘求助，默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伙的请求。第二天，默娘装扮成外出劳作的村姑，来到了两个妖怪时常出没的地方。没过多久，千里眼和顺风耳果然出现。当他们远远看见林默，立刻被默娘的美貌所吸引，于是便想将她掳走。这时，默娘不慌不忙念动咒语，两个妖怪的身体竟然被越缩越小，不管他们怎么跑也跑不远。惊惧之下，千里眼和顺风耳连忙俯身跪拜，恳求默娘宽恕他们的罪过。从此后，千里眼和顺风耳便被默娘收服，成了梅州神女身边两个听话的护法侍从。林默成年后，许多人来向他的父母提亲，而他的家人也开始为他张罗婚事，但林默却始终坚持不嫁。林默之所以不肯出嫁，根据传说，因为她本身是观音菩萨身边的龙女转世投胎，菩萨曾与林默约定，她只能在人间生活28年，等她28岁时必须离开人世，重返仙境。知道自己生活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林默无心享受尘世的欢乐，他立志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去拯救世人的苦难。可是毫不知情的父母却一再催促他尽快成婚，被逼无奈之下，默娘只得将自己关在闺房之中。3天后，当他的母亲再次到默娘的门外劝说他时，门忽然打开了，默娘梳着一个犹如船帆的发饰走出了自己的闺房。她来到母亲身边，对母亲说道，以后不用再给她张罗婚事了，因为她已经把自己嫁给了大海。为了征得父母亲的同意，默娘3天几乎不出，关在家里面3天不吃不喝，把自己呢长长的秀发盘了起来，梳了一个这样的发型，这个是代表船上的帆，象征着一帆风顺。两根波浪形的发夹呢，分别代表船上摇橹的船桨。头上盘一根圆圆的发髻，它是代表船的方向盘。这里有一根银钗，这根银钗呢代表船上的锚。妈祖发型上的每一根发夹，每一条发绳，分别代表了船上的每一个零件，象征着一帆风顺。夕阳沉入大海，梅州岛渐渐被夜色所吞没。世间美景总是易逝，正如千年前那个美丽女子的短暂人生。公元987年秋日的一天，梅州岛附近的海上狂风四起，巨浪滔天。林默担心会有船只在恶劣的海况下遭遇不测，于是便和父亲一道出海巡视。途中，他们真的遇到了一艘遇险船只，林默毫不犹豫地上前搭救。可谁知就在施救的过程中，林默不幸被船上的桅杆击中头部，坠海身亡。林默死的那一年刚好28岁，他直至去世始终未嫁，穷其一生以慈悲之心救助世人。他的人生犹如刹那的光华，以最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世人，却燃尽了自己。民间传说，林默遇难的那一天正好是中国的重阳节，农历的9月初9，因此这一天便成为了后人祭奠他的日子。衣服为蓝色的，代表深深的大海，裤子呢
默娘当年穿的裤子是红的，整件都是红的，红色的裤子经常在海上跟海浪在打交道，裤子的下半截总是湿漉漉的，所以人们看到默娘海上救海浪回来的时候，裤子的下半截为黑的。在默娘28岁救海浪而捐躯以后，在28岁默娘被观音给召回天庭之后，当地的乡亲们为了表示对妈祖的思念，凡是结婚的当地的渔家里，打结婚那天起就必须梳一个这样的头发，加上呢这样的一身服装，红色的衣服蓝色的衣服代表大海，妈祖一直终身不嫁，红色代表吉祥，代表吉祥的颜色，也是显眼的颜色，黑色的裤子呢代表思念，代表对妈祖的思念，也是代表对海上打鱼丈夫的一种思念之情。尽管默娘已逝，可百姓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人们便自我安慰地想出了一个名叫梅雨飞升的神话。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公元987年重阳节的前一天，林默忽然对家人说，我喜好清静，明天是重阳节，我想去登高。第二天清晨，默娘告别家人，独自登上了湄洲岛的最高处。寂静的晨风中，岛上的人们忽然看见山峰之上一道白光闪现，那光亮缓缓升入云端，乘风而去。原来默娘已经羽化升天。如果有关林默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今天的林默仍将只是湄洲一地的神女，而不可能成为如今这个在海内外拥有亿万信众、庙宇遍布世界的海上女神。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她能在逝去之后的近千年里获得如此的尊崇？妈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航海守护神，可以说完全是时代使然。中国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科学技术就已经有了飞跃的发展，其中指南针和船舶水密舱技术的问世，拉开了中国人探索海洋的序幕，一个大航海的时代到来了。当时他们这个航海术呢，当然也非常发达。你比如说他们当时这个用这个观星板，是吧？到夜里以后，夜则观星，昼则观日，同时呢还用指南针，用指南针呢测量航路，啊，所以从这造船技术和这航海技术来讲，所以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称它是个海洋大国，是一点并不夸张。然而要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恐惧在所难免，而且在探索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种种艰险，要迈出探索的步伐，克服恐惧，战胜艰难，就必须在强大的技术之外找寻到同样强大的精神支持。那么这精神的力量究竟来自何处呢？东南沿海是中国古代对外海上交通的主要门户，而古代海上航行的水手大多来自信仰妈祖的福建沿海，这使得妈祖信仰很快便在当时的航海者中传播开来。于是这位生前救助海难的湄洲神女逐渐地成为了古代航海者心目中的守护神。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我们要跟风浪做斗争，他必须得有一个，他得必须得有一个思想，一个精神上一支撑。
这个精神上支撑的力量是这么的，那就人们就开始信仰妈祖，因为妈祖可以保佑他们。保佑他们意思嘛，意思呢就是你别害怕，跟放浪做斗争，最后你总可以脱了险的，并不是我在这等着等等等，是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所以他起了一个这个精神力量的支撑，是吧？所以在这时候，咱们马祖的旗帜可以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海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么一个精神形象、精神象征。大宋使臣陆允迪在海上的奇遇，使得妈祖信仰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推崇，妈祖信仰由此得到加速传播。历经千年，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起了供奉妈祖的庙宇。千百年来，妈祖的神格不断提升，作为海神的地位也愈加明确。在海神妈祖的庇佑之下，中国人不畏艰险，向着神秘的海洋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探索的旅程。福建省泉州市曾经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供奉妈祖的天后宫始建于距今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大约300年后，泉州天后宫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建，而重建工程的发起者正是曾经七下西洋的郑和。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众多史料中，有多处记载了船队得到妈祖神灵庇佑，从而转危为安的事迹。显然，妈祖信仰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对于当年郑和船队能够克服艰难险阻远渡重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永乐3年到宣德8年，一共出使7次，前后28年，是吧？出使了这二十八年的漫长时间里面，他到达了30多个国家，啊，同时呢是行程达10万，那么远的航海路程，可想而知啊，这困难是很大的。可是他为什么还能成功呢？这就是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精神力量的支撑，他信仰妈祖。他为什么信仰妈祖呢？因为他的部下，从官兵到水手，基本都是东南沿海的这个水兵。他们都是妈祖的虔诚信徒，都虔诚信仰妈祖，所以郑和信仰妈祖就适应了这个广大官兵的要求，所以他就要用这个妈祖的精神呢，用妈祖旗帜做一个桥梁，做一个纽带，把这个广大的官兵啊都团结在一起，因此还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有一个统一的愿望，有一个统一的力量，是吧？所以在大的土壤面前呢，可以说是勇往直前。从木船时代开始，许多勇敢而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了大洋彼岸。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妈祖信仰正是他们的精神依托。历史上，妈祖信仰因此而成为中国人探索精神的象征。如今，湄洲岛妈祖祖庙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到这里祭奠朝拜。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历史悠久，近年来岛上的信众时常会回到大陆的妈祖庙寻根访祖。妈祖信仰在历史的这一刻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郑和船队帆影已经远去，然而妈祖信仰依旧一如既往地激励着中国人继续向着未知的世界迈出探索的步伐。